智冠集团今天举办记者会，宣布未来将把营运版图扩展到东南亚的印尼。会中邀请了印尼合资公司 Bebe Damai Sejahtera Utama 的 Hendrik D 董事长 ，Valios Capital Limited 的总经理 Jeff。与智冠集团的王俊博董事长在现场举办签约仪式，象征三方的合作正式展开。同时，智冠集团推出免费买卡互动娱乐城 App， 玩家只要下载 App， 再到指定的通路宣传点，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就可以玩拉霸游戏摇大奖，每天都有免费咖啡请你喝哦。各位宅速配的这个我们的玩家，大家好啊！你只要到我们这个互动娱乐城的荧幕前面呢，只要摇手机就可以得到这个每一天呢免费的咖啡、免费的热狗，甚至免费的冰淇淋。累积免费买卡互动娱乐城点数，更可以直接折抵消费，吃的玩的一应俱全，玩家们千万别错过喽！互动娱乐城天天摇大奖，鼓励假边疆。